这把剑好像还需要更强的能量。那我们还要去神殿里面吗？貌似得去。要从那边的台阶上去。马诺、怎么了？赶紧先让大家出去，快！什么？这里好像很危险，大家快走！什么？大家快跟上来！好强大的一股力量啊！强大的力量，感觉这里面有股不寻常的力量。赶快现身吧，我们是不会怕你的，丁肯。既然敢向我挑战，太，阿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个阴谋的主使者，投降吧！曾经被封印的手下败将，居然还敢在这里大言不惭！封印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你这不自量力的家伙，等我们办完了正事儿，再来解决你。现在，你马上把路给我们让开，听到了吗？听起来真像是个冷笑话。给我听好了，我今天就是专程来送你们上路的。再说笑话的是你吧，你也给我们听好了，再不赶紧让开，这里就是你的坟墓，居然敢挑衅我。好，就让我来收拾你吧。正义之光释放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马诺，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一出来你就无法再使用剑了，而且那家伙也不是灵兽。真是的，那你不早说。阿瑟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次让我们来，你们快离开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战斗。阿瑟，你别拖我后腿啊！别开玩笑了。阿瑟，阿瑟，你还好吗？马诺，快和丁肯一起把剑插到神殿上面去，我们需要更大的能量。知道了，丁肯，快走吧。不过，我们现在更需要剑的所有力量。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？哼，那就要试试看了。想往哪儿逃？有点意思。危险！怎么办，丁凯？要不我们跑回去吧？没用的，门都已经关上了。这旁边有台阶。
上祭坛，别白日做梦了。啊，现在怎么办？没时间了，办法只有一个。啊，什么？直接打败他们，一路冲过去。好主意。疯了吗？居然想在这么窄的地方打架？不是我们在挡住他们要打架的吗？造下声势，一起全力进攻。知道了。快挡住他们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善良友好的哈马族人民。老实交代，你们是不是知道梁博士在哪儿？我们不知道，知道也绝不能说。我们是不会背叛驯兽师大人的。反正你们也到不了沙拉月的。沙拉月，你这个笨蛋！快点吧。好，我们一定会去沙拉月的，等着瞧吧。就这点能耐呀、快点上去吧，加把劲，马诺。啊，没问题。是不是很沉呐？要不我帮你们挪开吧。不不，还是再给你们加点重量吧。好啊。在那儿，到此为止吧。这俩臭小子。暗玉，现在终于想起你是谁了。你这个叛徒。真会说笑。暗玉。是主人。回来吧。可是主人。沙巴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地盘了，以后还有机会除掉他们的。阿泰，阿瑟，马诺，丁凯，快送我们去丛林的心脏。丛林的心脏。经过塔鲁曼，再到沙拉月。有些事只有在那儿才能了结。沙拉月，我们能走到那吗？虽说很危险，但你们一定能够做到，相信我吧。这不只是在守护丛林，更是在救这里的所有人。救人当然可以，不过我们还要去找丁凯和星儿的爸爸呢。只要守护了丛林，星儿的爸爸就会平安无事。真的吗？那我爸爸也在那儿吗？所有的谜团到了那儿就都会解开了，这也是我和阿泰的使命。只是一路上可能会危机重重。啊，其实现在也挺危险的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们会陪在你们身边的。到时还会有更强的灵兽加入进来，而且你们也会越来越强的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全都变成石头了？怎么回事啊？
说好的会变强呢？等他们来到塔鲁曼之后，再除掉他们。